哥哥姐姐好，我是新来的实习生啊。杀！新同事小郭是吧？我们去开个会。哦，好的，老板。就我一个开吗？哦，不是，大家一起开。哦，但大家都不动呢。哦，他们不是不动，是还没启动啊。开会了啊，帅哥美女们，开会了。慢慢走，慢慢走，我扶你们。啊，大家一个跟一个啊，不要急，慢慢来啊，还有时间。小郭先走啊，先走。好了，我们就开会了啊。那我们，小郭怎么了？老板，这 PPT 有点难看啊，难看。确实内容有点少啊，但是他们也觉得很难看哦。怎么来的？怎么看的？那么小的字怎么看的？哎，没事，我发个小字版的给你啊。好的，工作会议就聊到这里，接下来我们聊聊房间，先说奖品。啊，你们有助听器又不早点带。好了，我们先来说说抽奖奖品。哎，你有福了，我们公司的奖品出了名人性化，很多我的朋友都很羡慕的。真的吗？首先是三等奖，电动轮椅一张。哇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我想叫我儿子送给我很久了啦。二等奖，免费种植牙五支。哎，这个好啊，这个好，这个给我，我想要这个、你先给我一支啊。重头戏啊，一等奖，陈奕迅演唱会门票一张。啊，一张，嘿，一张就对了啦，抽到我老婆都不知道放不放得了假啦。关键是陈奕迅还在唱啊。嘿，陈奕迅都没退休啊，你这给我黑。